哎，加琴那边呢？今天因为这个场合，我带自己的吉他来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下去跟你们握手，我也没有办法丢海报，所以我就尽可能的，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你们而唱，好吗？那要带来我自己节目的表里的最后一首，因为接下来后面还有一些还有精彩的节目，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能够，我是不是能够继续再唱下去，但是就先为你们唱这首歌。那因为今天我下午三四点就已经到高雄了，难得来高雄的时候下着小雨，其实我还戴着草帽，还戴着凉鞋，然后我还预备着今天希望可以住在高雄。今晚可以去哪里呢？你觉得？最后面试，最后面试，你那边会在哪边？什么楼啊？海楼。好，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在那传消息给我。那我可以去哪里玩？那其实，最近开始比较常唱一些校园的演出，那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，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。因为每次的状况都不一样，像今天就是感觉就是隔着一个海峡。我知道你们都看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我们之间的这种感觉。那同时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很多不同的节目，像刚刚有看到魔术表演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就想说，从来没有机会可以在后台看到魔术的，就是背后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机关，可是真的没有它真的就是我就算从它的背后看，我也觉得很神奇，就是完全没有破绽。